相互陪伴，共同成长。大家好，我是 Good 哥。常常遇到很多网友对 VPN 有很大的误解，认为使用 VPN 不合法，使用 VPN 就是要做坏事，或者是使用 VPN 的人士都是一些有心人士。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目前全世界各国对于使用 VPN 的法律规定是如何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使用 VPN 呢？以及 VPN 的合法性，并且比较一下目前全球前几大 VPN 公司的优缺点。简单粗暴，我们马上开始。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订阅分享，加点小铃铛哦，你的鼓励我的动力。说到 VPN， 古奇哥可以说是专家了，因为我之前就在专门替国际企业建制跨国 VPN 的电信公司服务过，所以除了 VPN 的原理、实际建制的流程以及建制的方式，我都了若指掌。因此我看到市面上很多中小型的 VPN 公司的网络建制以后，我真是替使用者担心它的安全性。 VPN 到底是什么？我们又什么时候该使用它呢？比如我们回到家，大门一定会上锁， VPN 就是那把锁，哪怕我们在网络上没有要做什么坏事。说起来，除了保护自己免于被骇客攻击，还可以保护家人的隐私。因此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回到家后大门一定会上锁呢？现在的社会网络犯罪越来越猖獗，政府也一定是有了被害者才会立案追查，但到那时已经为时已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的隐私，因此 VPN 已经俨然成为大家不可或缺的一个工具了。古奇哥也强烈推荐各位网友一定要保持使用 VPN 上网的习惯，花少少的费用就可以保护全家人的资料不外泄以及个人的隐私，何乐而不为呢？而使用 VPN 是否合法呢？目前全世界除了土耳其、伊拉克以及少数的共产国家有明令禁止以外，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是允许使用 VPN 的。不但不违法，而且在欧美先进国家， VPN 被视为是有效的网络安全工具。这样您对 VPN 的合法性还有什么疑虑呢？若要我比较全球前几大 VPN， 我会很严格的比较几个重点。第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连线速度，连线速度慢一切免谈，您说是吗？第二，全球节点的数量，数量不多等于可以选择的线路就不多。第三，全球节点是自己设置还是租赁？因为租赁的设备可以随时取消，所以不稳定。第四，国际网络是否有备援机制呢？国际网络最基本一定要三角形的方式布线，才有很基本的备援哦。第五，是否绝对的逆踪？这个比较困难，目前市面上八成以上的 VPN 做不到。第六，是否可以自行选择登入的节点？这个也很重要哦，千万不要忽略。第七，价格，这是必然的，若是价格太高就无法普及。筛选的条件这么多，国际上前十大 VPN 公司哪一家才能符合以上所有的条件呢？答案是 IVUS VPN。 古奇哥自己以及全家人都在使用 IVUS VPN， 因为长期使用下来的经验非常良好，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有询问我的，我都直接推荐 IVUS VPN， 到目前为止满意度百分百。我们先看一下 IVUS VPN 的连线速度，它不光连线后的速度飞快，全球超过5700台伺服器，256位元军事等级的加密，除了让骇客无法窃取您的隐私之外，还让您可以在网络上做到真正的逆踪。这点您只要打开 IVUS VPN 之后，再到 BrowserLeaks 这个网站就可以确认了。至于国际备援，利用 Route List
就可以看到 IVIS VPN 的连线路线， IVIS VPN 的国际备援线路多到我自己都数不清楚。而 IVIS VPN 的登入方式不光是可以选择国家来登入，还可以选择城市，甚至 IVIS VPN 还提供您使用目的的登入选项，比如您想欣赏其他国家 Netflix 的影片，或是想下载网络上 P2P 的档案，还是想突破当地防火墙的限制，自由自在的在网络上遨游，这三种使用目的都可以在 IVIS VPN 上简单的点选之后就连线了。举个例子，在台湾的我想看看 Netflix 美国地区的影片，不论手机、桌上型电脑、笔电，甚至是电视机上盒内，都可以进入 IVIS VPN 首页之后简单的点选 Purpose， 依照使用目的的连线选项，然后点选 Start Streaming， 您就可以看到原来不光是 Netflix， 还有 HBO Max、 Hulu、 BBC、 Fox Sport 等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的频道任您欣赏。最下方还有 Netflix 澳洲、加拿大、德国以及 Netflix 英国的影片选项，你怎么开心怎么来。我们选择 Netflix 美国之后， IVIS VPN 秒速连线成功，并且会跳出提醒您是否要自动执行 Netflix。 只要您有 Netflix 的账号，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连线，并且开始欣赏世界各地的影片了。很多影片也都有自动产生中文字幕的功能，真是方便。最后当然是价格，再好的产品若是价格太高，市场接受度就低，产品也就无法普及。但是若价格过低，使用人数又不多，就无法支持公司的运转。 IVIS VPN 的价格是每天新台币1块钱，是的，您没听错，原价每个月美金10元，只要您是古奇哥的粉丝就可以打到1折，一个月只要美金1元，相当于每天新台币1块钱而已。但是因为便宜，目前一次购买5年，总共才美金60元。当然聪明的您一定会问，因为要购买后才能够试用，若试用不满意怎么办呢？不用担心， IVIS VPN 都替您想到了。 IVIS VPN 还提供30天无理由退费的保证，所以您付费购买后可以有30天的犹豫期，那您还担心什么呢？我自己跟身边的亲友都在使用 IVIS VPN， 也是全家网络的守护神。 IVIS VPN 古奇哥郑重推荐给您。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订阅分享加点小铃铛哦，你的鼓励我的动力。